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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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
苗族。哦，两千多苗族。对。好，我们服饰方面也是非常，像我们万盛以这个服饰啊为主。啊。这是传统服饰。对对对。哎，男孩子就像我现在穿这样，跟你那个你们那服装呢比起来要应该要轻松多了。对，苗家就是走到哪里，其实生活也不是特富有嘛，就是唯独的是有一套盛装是最昂贵的，那走到哪里就带着走了。对对对。哎，朵姐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红土苗的服装？啊，好啊。希望能把自己变成当地的姑娘。行，你带我去穿。好兴奋哦。好吧，让我也轻松一下的美丽。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重庆万盛区。万盛博物馆。金桥推塔。险峻的黑山谷。奥陶纪地质公园的空中廊桥。